都話算你三十個彎。今天要出去日月潭玩，跟一群长辈出去玩。车程不是屏东的车程哦，是南投的车程，字也不一样。妈妈，我好笑嘞吼，我好笑，好笑歌。你啊？我好笑啦。哦，最好笑的。对对对我们刚好看到了石虎列车，去拍一下吉吉啦。一台就是活力美术馆吉吉列车，也就是之前所说的石虎事件，就是那一次。车是不是观光列车呢？好像不是。我现在来到了车城车站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并不是每一台车都是观光列车，所以上一班有看到，所以这班就没有了。中午吃饭，在日月潭准备要去搭船。听我介绍，听我讲故事，安尼无？啊，无去混你就有影嘿。啊，我感觉足精彩。我觉得敢那完全造型真古板的物件，伊这是用十五公斤纯金做金箔的打出来，开着2700几万的台票。哦，啊，住一个上俗的房间，35000块，300块，你无听到？一暝350000，上贵的总统套房是咱全中部上贵的房价，住一暝35万。这首名车叫做恒光西码头，咱下面要来参观的景点，在咧半山腰面顶有一个红色厝尾顶的庙，叫做恒光西。去玄光寺看一看吧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有法轮大法。我们到了玄光寺，
那这个是唐山站。拿下排队。哎，美女，你后面一点。啊，谁作业来？倒光不？一大堆的阿婆茶叶蛋。因为几张过几张。想吃贼嘞，伊讲因为是贼，先吃点心哈，阿姨大姐说哈。各位贵宾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大厅接待员，我叫做燕君。那现在呢，我会先跟各位做个我们馆内的介绍。我们现在到了云平，在离开之前再看一下日月潭的景色。你这是有困难无困难就问。你讲无食，无困食到困，你唔知吗？好，来一百二十五，好，来，好，再一包我啊，阿姐，砖头尖尖，砖尾短，阿姐呢，甲裤的裤头甲小亮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你录起来哦，哦，给我修音，给我修音，你没看手哦，有，你没看手，你没看手，哦，这个英雄哎，别看啦，别看啦，他改一点，改一点，来，诺言纯正哦。玩三人行嘛，啊你也无看，看嘞看嘞，没有啊，哎啊你你白话嘞，你白话无看呐，恁母囝看嘞，对，拇指大，哦你看怎么看了，哦，看那爱表情，看你这看的，我最伤心啦，阿门上嘞，老姜一堆，大家弄，啊你无啊你你来看嘞，啊来我看住哦，现在看了，来看住，对对对对，我你再跳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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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阿芬老师赞不赞？赞！呵，谢谢。这一段够听着凤凰姑娘，他这个时候了解了凤凰姑娘。今天是从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挂的凤凰姑娘。搁几下要落去？你去看，你行落去啊？好，要变。
看不下去。他要去看交往。我这个好假，无影有白遐济啦。目睭较大粒个。哦。哦吼吼。阿妈，你行落来袂忝吗？嗯。介忝。袂。袂忝哦。嗯嗯。厉害。我感觉脚拢袂感觉安那。袂感觉安那。坐车安怎坐？啊，即卖坐车转来好。两坐两坐。做轻松。嗯。今日无敢团。哦，又无敢团。咱无敢团啦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。我们无共团哦。对对对对，唔当我陪恁恁亲戚。曾北平餐厅。阿爷今仔目睭开开吼。开开啊！好上菜哦。别过呀，安尼停啊。就是较侪回咧，唔咱迄个分阿娘，阿阿伯就是咱安尼叫咧。哦，咱只怎感觉叫做华丁咧？哎，您先讲啊，拜拜。好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哈，咱感谢啊，想要感谢阿粉老师啊，咱大家也要佚佗哦。阿粉老师哦，嘛是咱咧一直想，其实哦，很多行程。